大名鼎鼎的西施啊，好热闹啊！ 上等的灯，从西域运过来的，买一个吗？ 好玩吗？岁岁平安，好听吗？啊？嗯，好听。哎，瞧一瞧，看一看，买一送一。 瞧一瞧，看一看，买一送一。来一个。这是昆仑奴面具呀。对，昆仑奴面具，很好看的。买一送一，那就，我一个，你一个。嗯，好玩吗？我想要这个。 没带钱啊？啊，可是我想要嘛。不打紧的，不值几个钱，那就送给郡主吧。你是何人？到底是谁？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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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小杂鱼来了，来得正好，可以命他们撤了。是。啊！陛下。 这没事，我看看，伤得重不重啊？陛下，卢从的令牌。 一定是冲我来的。回宫，收拾一下。再见了，小执剑人。 八成又是觉得我在跟踪他吧，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阿秀，去找金兆府尹办正事。裘胭脂。
好巧啊，你也在这儿。巧吗？不巧吗？你让刺客带着卢从的令牌，而看这武功的底子，都是你们将旗营的吧？看来，不但武功长进了，想法也长进了。为什么要刺杀陛下？你说呢？照我看来，你真正的目的不是陛下，而是镇吴的弥沙郡主。是，也不是。阿秀，赶紧去。等着看好戏吧，小杂鱼。都给我听着，卢从刺客竟然公然在大街上行刺微服出巡的陛下和镇吴郡主，现封城搜查，卢从商旅一律收押，待查明后再释放，如有知情者速速告知。行动。是。走走。你的意思是你这次要借机捕获卢从商旅？是的。为什么？我怀疑第三人就是镇吴的军师，而此刻他假扮卢从商旅藏在横岸。那陛下知道吗？你觉得呢？陛下，裘子良那边也似有察觉了。你要赶在他们之前找到那个人，抓他回来见朕。是。还有，不要再让程若愚干涉此事。是。去。陛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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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一转眼的功夫您就不见了呢？朕伤口疼。那我扶您回去吧。不必。